你要干什么？不要过来。我本来是想杀了你的，但我觉得这样太便宜你了，所以我决定让你也来感受一下雪儿所承受的痛苦。你回雪儿的容，我便回你的容。你不是想让雪儿嫁给这些流浪汉乞丐吗？那我便让你嫁给他们。叶三秒你。谁是酒店老板？我是酒店经理。公子你有什么吩咐？给我们的白大小姐开一间婚房，冷风燕儿带白小姐他们去洞房。雪儿，我们走吧。叶三秒，你敢辱我女儿，毁她容貌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，传我命令，封锁全城，不惜一切代价将叶三秒和苏雪儿给我找出来。少主，这里是我们为你安排的住所。你们守在外面，不要让人进来。三秒哥哥，他们是谁啊？怎么还喊你少主？还有你这七年都去哪里了？雪儿，这些事我以后慢慢讲给你听，现在我先帮你恢复容貌。三秒哥哥，我的脸真的还能恢复吗？当然可以，相信我，你躺着别。居然被一招秒杀了，你们两个去将他们拿下。